知县尉夜披长虹。情来无容是表演，热闹之中，华雅科风光出嫁给美国第一任大厂美光科技。But Micron is now the largest foreign direct investor in Taiwan and largest employer, foreign employer in Taiwan.And we have plans for more growth into the future. 美光以1300亿价格收购华雅科后，也准备就地扩厂。而亚洲矽谷计划第二期3000亿，美光也参与其中，估计总投资金额达到6000亿，成为最大的在台投资外商。Well, this year is almost over because we're, but we would like to do.We would like to do continued investment in 2017 and beyond. 台塑集团副总裁王瑞华也到场，表示南亚科未来将发展立即型低润，也将透过投资美光持股5.26%，成为第三大股东，维持双方合作。南亚科12号股价来到47元，涨幅3.75%。南亚科技未来将全力发展立即型的特殊产品，未来南亚科跟美光还是会保持着。紧密的策略合作伙伴，我们相信对南亚科的成长与发展有着正面的帮助。Micron 它的来到台湾，它可以稳固整个台湾跟美国在 memory 的合作。拿下华雅科20纳米制程技术，台湾成为美光DRAM生产重镇，未来在台投资计划也是产业重要指标。东森财经新闻刘佩琪、吴佑树在桃园采访报道。